由观音观古有关怀协会、牛爸爸健康促进关怀协会，也个观音观医院张学祖甲张大爷医疗体系，共同发起点亮云林为偏乡学童免费正经目睭检查甲配目镜活动。来甲考学国中，每天沿海的夜光天赛，81位学生检查目睭。在中间眼科医师赖丽如的检查之下，发现这81位学生当中，就有45位爱配目镜，这嘛更是沿海地区的医疗资源非常的欠缺。主办单位嘛希望各界会当抛砖引玉，进行小额的捐款，来帮助更加多弱势学童。靠向夜光天使学生期待真久的点亮云林免费目睭检查活动终于来到。一早，中间病院医疗团队就来到靠国中，要为81位国中小学的学生进行目睭检查。量血压，然后还有做眼压的。那个小孩子有需要配度数的时候，我们有验光师，有五组的验光师过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动员了差不多25个人过来。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就是可以更方便，马上得知自己眼睛的任何消息，就不用特别跑到诊所，有的诊所还要排很多人，所以很感谢这次的活动。眼镜馆跟那个专业的眼科医生，有时候测量的结果差很多，所以我觉得交给专业的比较正确。经过医疗团队检查，发现超过一半学生需要配目镜，这也显示到沿海偏乡目睭保健的资讯是比较较欠缺。那将近有一半的一个孩子都需要配眼镜，有一些呢是真的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，那我们呢会去筹募呢相关的一个费用呢，来帮这些孩子免费来配眼镜。单亲哦，还有外配或者是隔代的状况，让小孩子在医疗方面的照顾普遍是不足的。那我们比较烦恼是一些孩子他在近视的状况，到了国中他还是没有视力0.2、0.3的普遍性还蛮多的。有的甚至那个矫正后还是没有达到标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，这个小孩子如果是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尽量配眼镜给他。这摆准备了200支目镜要提供给学生来选择，但云林观医院却甲如指出，有一位国小学生两蕊目睭度数都差不多400度，那加配目镜是无法度解决。经过医师诊断之后，是需要呢用一个硬性的隐形眼镜来做矫正的哈，这样的费用可能会多很多。所以协会也希望民众一旦做回来捐款，做爱心，关心偏乡学生的目睭保健。因也将在11月18日将配好的目镜提到考国中，一一发给学生，协助因学业上的学习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